秋天是中风的高发期，要好好预防。大家可以试一个预防中风的足浴方，药材包括生地、桑寄生、枸杞子、淮牛膝和欧藤。道教电视频道《道通天地》展现中华文化，发扬道教思想。要重温《道通天地》节目内容，可以登入 www.taoist.tv。